can make you wanna wanna lock your door and throw the key.视频吗？安利，它里面其实也有吻戏啊。他也没有这么多实践的经验和实践的机会，这个机会呢要自己把握，这个我没有办法提供给他，所以就是希望他以后多训练，多找机会，一定会更好。这个风言风语这种东西是你没办法控制的，但是你自己心里有数，知道真相，或者是知道就比方说我跟朋友，就我跟朋友，人家也可能也会说，哎，最近怎么样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不联系了，怎么样，对吧？但这种话，我觉得我们都不会多说什么，听到就当。朋友圈我中文名了，你看看我这笔划，一共有36划。